来自麦克昆西的高我信息，关于改变的速度。问候，亲爱的伊们，神圣的人们。地球上的动荡仍在持续，没有明显的结束迹象。气候和地球的变化、季节的变化和极端的天气条件给各种生命形式造成了困难。多年以来，在许多的岁月里，地球一直被滥用，受到虐待和忽视，而这一切都是进化地球的一部分。它必须恢复到原始状态，其最佳状态。不幸的是，所有形式的生命，甚至是你们海洋中的生命都受到了影响。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对前景没有任何帮助，但请放心，我们正在仔细监视正在发生的一切。我们出席讨论地球未来的会议，这些会议将决定我们是否以及何时进行干预。我们将确保遵守我们规定的界限，因为我们不允许你们完全自由地为所欲为。我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，因此您可以安心。如果事态失控并威胁到您的生存，我们随时准备好介入。我们正在保护你们和地球母亲，因为你们的未来已经规划好了，而且会非常符合你的喜好。黑暗之神是他们自己未来的开创者，他们正在创造自己独立的生命线，并将获得他们自己创造的应得的一切。请放心，未来的剧本已经写好，无论他们的行动或愿望如何，末世都会到来。所以，无论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害怕，因为地球的进化必须进行。当你们计划在这个时候投生、化身时，你们就已经知道可能的结果，所以在内心深处，你们应该确信它会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。我们给你们的只是即将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轮廓或概述，甚至连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，但是由于你的知识和过去的经验，你们被选择出席，你们被拣选出现在这里。我们知道您能够应对，因为您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遇到的任何挑战。我们完全相信您的能力和经验能够应对您遇到的任何挑战。很快你就可以与长期关注你的进展的外星人朋友取得联系。他们期待再次见到你，因为你们并不陌生，并且在睡眠状态下灵魂出体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。正如你可能会说，他们是家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们将公开见面。在提供指导时，我们会在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许多安排，以确保您获得满意的体验。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，你与你的外星朋友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们将再次见面，只不过是在地球上。你们可以享受生活并享受轻松的时光，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工作是艰苦的，但如果出现需要你们经验的事情，你们会随时待命或随叫随到。显然，你们当中有些人的经验丰富得多，并且会在必要时加以使用。我们曾多次提到您的经验丰富，因此能够处理真正的测试情况。自然的，您已经建立了开展工作所需的联络人，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事情的解决是多么方便。这一切都是提前计划好的，我们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地球是一个美丽的星球，拥有如此多的美丽和多样性，但在后来的时代后世，它却被不小心、粗心大意地用于不择手段的牟利，而很少关心栖息地。幸运的是，有一些灵魂懂得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地球，并且努力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照顾好地球。但是，
地球已经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和损害，只有透过现在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才能完全纠正。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，但只要假以时日，它，地球，是可以恢复的。我们应该提到，在不同的时间线上还有其他版本的地球，目前我们看到了你们的领先方向，但如果你们充分提高振动，你们会发现自己正走向一条通往更高水平的更容易的道路。同时，我们专注于您目前的情况，但随时准备好改变。如果你想到一个已经实现这一目标的个体灵魂，他们会自动发现自己处于适合他们的水平。你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，学习你存在的真相，但一切都要顺其自然，都要在适当的时候，直到你准备好为止。如果你能超越自己的水平，那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了。精神、心灵成长有时会很慢，但不必急于求成。当你振动的增加时，你会自动提升。因此，你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，至于你能做得如何或多好，则很大程度取决于你自己。当然，你的振动也可能下降，但一旦你达到了更高的水平，这种情况就不太可能发生。我们在你生活中的角色是确保你坚持你所取得的进步，更好地帮助你崛起，帮助你避免失败。在神圣的日子，我带着爱和祝福留给你们，愿光明照亮你们的日子和完成的道路。这个资讯来自我的高我，我的上帝自我，每个灵魂都与上帝有同样的联系。在爱与光之中，麦克昆西 Mike Quincy，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